下面是覆顶的，这个覆顶加缠膜的一键式启动。底层圈数包括这个往复的圈数，顶层圈数的话都可以设定。刚才我们就是设置的那个底层圈数的话就是比较多，因为适于那种小货呀轻货呀，保护比较好一些的话就要多设置几圈。当现在我们就要马上就要开始的动作的话，就是自动覆顶功能，模架不用挪到底，这样子的话咱们就直接将已经那个覆好的顶的话直接和四面的膜缠绕在一块儿。这样拉伸膜将顶膜和四面的膜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然后这个遥控器的话呢，可以操作它的启动、暂停和这样就是比较方便，整个过程的话不需要叉车师傅下叉车这样。好，咱们这个流程就结束了。那我们再就是说它是个转盘是自动复位的，然后我们每次下货的时候呢都是从这个上货的地方然后直接叉车叉走就可以了。